设定。哦，这样颜色真的像，这很漂亮哎、欸。Hello， 可是这样是不是看到我们全身？吃到一点点，可以看得到全身吗？它这个是不是要再往后一点？我没有，这方面往后，它往后，这个往后。Ruby， 嗨，秦月。这样可以看到全身吗？帮我试一下。好朋友的概念。可以可以可以看到。可以，这样声音听得到吗？不能那么远了。对，我们来到这边，站这么远。小羊回来喽！嗨，回来就要直播了。秀章。今天的礼物是送的这张这一件哦。送这件哦。对，自己选一个。自己选颜色。你们选一色，十二色任选。对啊。好棒哦！嗯，你看到我们在一排，他们选得出来要什么颜色？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第一个开场，我们开场特别的就是相近色，相近色系，相近色是看得出来是什么色吗？因为好像蛮看得出来这四个色是哪色？蛮多人都不知道是哪一色是哪一色。路比要介绍，我也觉得很难，我自己有点分不清楚。我们两个，你跟江江昨天才发现有这色，我知道，但是我想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我昨天有说，这是塔罗粉，塔罗粉。但它的标题不是少一个配件吗？包裹吗？啊、不是，包裹跟那个记事本，可以帮我拿我的配件来吗？小羊衣服的颜色，就是如果有收到我们的包裹的话，外面那个袋子其实就是小羊身上穿的颜色。对，我可以跟那个外包装袋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因为很多客人问我们说，有灰杏、米杏、粉橘跟。这个是很多小抄，这个小抄我来看一下。这个照片我看蛮清楚的，没有很多都很像。对啊，很像颜色这样标这样。你看出来我的身上是什么颜色吗？这个是这个小羊奶算简单，这是粉橘。粉橘。可是江江跟可鱼的就比较难。等一下可能要站在一起看一下。我们现在穿的四个是米，哇，是米、米杏、灰杏。跟粉四个颜色，米杏、灰杏、粉，很像吧？江江跟我觉得我有点突出，你们三个，我觉得我是蛮像三个，我们应该是同一个家族的吧？对，应该是要这样，哇，那种这样算是蛮像，我应该是大家分得出来，大家分得出来是谁颜色吧？米，然后江江是米杏，米杏，我是灰杏，是灰杏，因为我自己看了官网也是觉得。有一点难挑，就是如果我想要选，因为不可能包色十二太多。为什么不包色？没有钱。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来做两路多少钱？我想要来选我想要的颜色，然后就看啊，米杏、灰杏到底差在哪？对，现在就来告诉你，太一样。就想说我们可以这样穿在一起，让大家比较颜色。我们是要站远一点。那我可以加入你们吗？不是米，我是米，我是什么？米杏，你不要一直搞不是米，你是米杏，你两个是灰杏，可能有点带点灰，我是粉橘，对，粉橘，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黄皮肤的人的话，好像也蛮适合我这个杏色，因为这个米是还蛮好下手的颜色，比较亮一点，就是基本色，黄要帮基本色颜色拉票，所以我先开始嘛，就是从右边看，一二三四，黄皮肤或是白皮肤，可是你不是可以在这上面写字吗？就写米。米杏、灰杏、粉浆，我怎么写？我要是之前有写过的那个，这里写一二三好了，我不要，你要写米的，米杏，灰杏，好，还有粉，那我啦，好，我是粉橘，好像是粉橘吗？对，粉橘，橘很难哎。就是可能用简体吧，注音。所以写好了吗？好，了，站到自己的位置，对，站到自己的位置上。站到自己，我是粉橘。对，粉橘有，刚好对的。最后一点。这样大家有站在位置上。大家最喜欢什么颜色？你也被走了。我也被走了。要把你们抬高一点。辛苦卢比了，然后要明信，那可以对啊，要投票吗？大家最喜欢什么颜色？不是这个选项。刚刚有人问说，皮肤黑的人适合穿什么颜色？粉红色是吗？我觉得灰杏不是的，你也觉得不是啊？
我觉得米色好像也可以，米色或灰色，黄黑白都可以穿。对，白就是加更加粉。对，哇，大家都投粉色哎、欸，粉色，这个这是粉丝的问题，不行，好像不行。谢谢大家，粉色粉色，粉橘就是帕洛粉。嗯，好吧，好吧，要结束，还是现在可以抽？现在抽吗？现在直接抽吗？现在直接抽，身高超过160是不是不能单穿？可以，张张如果都是都选粉橘色的话，我抽一个。我160，它可以穿到大腿。哎，对，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身高，下面一点，膝盖在这里，穿到这里。那我们现在不要依照那个颜色，我们依照身高。那写身高。再重写写身高。那怎么擦掉啊？我不会。你是失败了。哎呦，那你们站好。你最我最矮。那我像身高跟鞋好像不太对。那你好像变最高了。对啊，我像身高跟鞋是160。可是他看你要不要单穿，还是跟你本身身体有关系。江江是160。跟雅竹一样。我们两个156。156、158。刚刚我的。158写一个就好了。我要写在上面，写在下面，上面。这里可以啦。这上面会被圈圈挡住哎！重新。Ruby 好慢哦 ，Ruby 怎么又擦掉？哎，很难写。现在有啊。可鱼是几公分？156住吗？你有156？不好意思，156先介绍。中156是最右边的哦。就是我穿是可以单穿的，但是我刚刚。单穿，然后这样动一动的时候，因为它有一点点前短后长，所以我动一动觉得前面有点危险，因为我怕我直播的时候有时候失控，动作太大，所以我里面还是加了一个短裤。可是其实是可以单穿的，对，因为它很长啊，大家可以就是也是条装的长度，但它是前短后长，所以后面是完全不用担心。但前面如果你动作比较大，里面还是可以穿一个发热裤啊，或是短裤之类的。发热裤、安全裤、安全裤的那种。我刚刚有想要送的，对吧？我就穿的短裤。因为那款就是无分的，所以你觉得可以穿在里面。嗯，然后我先讲我158，因为我是单穿，我单穿的话危险吗？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真正危险应该在这里。这个已经有加了大概10公分吧。它其实有整个盖住。因为它其实因为它不是很这样子直的，它是有点点缩进来，所以你可能会稍微有点担心，但是还好，因为我穿起来像不错的吗？后面就还好。对，然后它的袖长也蛮长，因为它泡泡袖的，所以穿起来感觉我觉得是 OK， 就刚好到，我觉得是158是到大腿，就是最瘦的地方这边，因为刚好遮住上面。我觉得我很忙哎、欸，就是拿很多东西，硬要拿。对，这边，然后你再背拿个包包啊、皮带这样子，好像蛮可爱的。然后 Peggy 身上穿，因为它加了长裙。对啊，那穿真的会担心的话，就是可以加长裙。然后如果单穿，然后再加高跟鞋的话，好像真的会有一点太短。嗯，就是如果我要搭高跟鞋的话，里面最好还是搭一件裙子，或是搭裤子。因为可以很辣，就是不穿，都不穿。你也可以搭膝上袜，膝上靴，就是直接单穿，然后加膝上靴也 OK， 可以。对，换江江，好，江江介绍一下，身是160。但是我最近好像长高，就应该长高，长高了，刚刚好像长高了。那现在衣长其实要到大腿中间，前面的话在大腿中间，所以我觉得如果160的话，可能还是要穿小短裤在里面。嗯，就是我怕曝光。我觉得基本上都应该要穿小短裤吧，应该不会有人里面不穿吧？对，就辣妹啊，辣妹也会穿个安全裤。对啊。不穿好像有点危险哎、欸。林平不穿，林平刚刚点头。可能 Ruby 可以不穿，因为 Ruby 看不穿，因为 Ruby 小只。有人说你为什么可以长高？我不知道。就你可以告诉大家，像江江这样穿一个牛仔裤，然后配就是棒球帽，也是很大学生。但大学生可能把娃娃换成书。就是我现在就是今天刚上大学第一天的大学生，还离不开家里，然后带着娃娃了。你要带多？会被退学吧？就是会被同学笑、欸。退学的大学生。会被同学笑。
会不会退学？然后我跟可瑜今天是穿那个就是比较休闲风的，其实是一组就是休闲感觉。这个干嘛？这个才是可瑜啊。对啊，对啊，我离大学很久，就是棒球帽，然后小羊的是毛毛帽，就是冬天最好搭配的两种配件。有人觉得这个棒球帽很可爱吗？很喜欢。有吧？那个是我去韩国的时候戴的。很好看哎、欸，蛮很多人问，很多人问。对，那个是那个是要小声说，就是明天礼拜三要上的帽子，是不是有点太小声？礼拜三要上的帽子，你的明天是明天吗？明天对，就是明天。明天要上 tomorrow 这边，这很可爱。后面可以调，后面可以调这个。好可爱。对，嗯。明天要上的系列好像都是只要你是。某个空都会很喜欢的一个系列，隔空隔某个空，就是可能像帽子的那个纹路这样。对啊，很可爱，就很可爱。我要抢帽子，真的好看。嗯、大家只要我们配件数量都不多吧，嗯，很难抢。之前一定要先，之前格纹贝雷帽我也是等到补货才抢到，哎、欸，我等不到嘞、欸，因为一开始上架的时候我们很忙啊。我们就要一直在看东西，没有办法抢购。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不会浪了，不会浪。竟然等不到，等不到。那我们讲完了。对啊。然后这个内、啊，这个好像也是内，它是内刷毛、这个、吗？对，可以跟之前大学弟还没有出过内刷毛的，这周开始、这个、非常的暖和。看我的里面也有。嗯、其实我里面还加了花，反正有点搞笑。你们要去换小笼包。我们不知道是因为这周有很多款泡泡袖，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你们要先去换吗？两位，那我要换什么？黄的泡泡袖，黄的泡泡袖。因为有一款针织的泡泡袖跟这个长得很像。这一款我们这礼拜我们还是上了很多就是基本款的衣服，然后他们就是蛮像的。我自己上官网看的时候也觉得蛮像的，所以等一下我跟小杨跟 Peggy 我们就会穿三款，就是这个礼拜算是基本的上衣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身上的这个是内刷毛，全名是什么？全名是 MIT。好感生活泡泡袖内刷毛，你要念得这么慢吗？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也是泡泡袖，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泡泡袖好了，大家有看到吗？泡泡袖的话就没有分尺寸了，就是 one size， 因为它就是很大件、啊。对啊，就是做一个，而且其实你这样单穿很好看、欸。因为我很怕冷，所以我其实里面还有穿我们家的发热衣，然后我现在就是很热。今天好像大家都有穿发热衣，因为今天太热了，所以我身上穿的这个就是。泡泡袖的可鱼身上是什么颜色？灰信。我觉得这个泡泡袖很可爱，哎，你们有看到？对啊，超可爱。然后等一下，小羊会穿毛衣的泡泡袖，然后 Peggy 会穿短版的大学 T。我们这礼拜上的这三款都很像，然后都很多颜色，但最多颜色的还是这个。这个有12。这礼拜上好像都是以多色的为主。这个、我这样比你们看是21还是12？是这样吗？12色，你不要搞。勿扰。毛衣的那一件是五色，然后是五色吗？对，毛衣的是五色，一样也是泡泡袖。然后短版大学 T 是短版大学 T 的话是，我纸张有点多，好多颜色都好像，我也是觉得很难。然后尤其就是刚刚那个米信、灰信跟粉就是很像，尤其是前三个颜色完全是。三胞胎，短版的话有七色，短版有七色，长版有色好多。大家这个礼拜逛新品的时候会觉得选色困难吗？有没有人觉得选色困难？连选款都困难。他们，你可以请他们换快一点，不要聊天吗？转圈圈，快点转圈圈，画圈圈，很舒服的感觉，真的很舒服啊！因为它是刷毛的，很舒服。是这种你知道，很舒服，不是会痒的，有点曝光是不是？不是会痒的那种，是很舒服。可以用脸的。有人说他想包色，包色是想要包哪一件的颜色？如果真的包色，我真的会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连款式都好难选。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穿三款很像的给大家看，很难选择要什么。我觉得啊，刚刚米信、灰信里面，我自己选灰信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灰信比较特别，就我们之前好像没有出过这个颜色。但米跟米信我们还蛮常出，就是基本色。Peggy 来了，来救我！哇 ，Peggy 超快，来拯救我。Peggy 现在穿的话是短版的，真的是短版的，我的是长版的。你的这有刷毛吗？没有。它其实算是很厚的，这叫什么绒布？
它是有点微磨毛的那种感觉，摸起来有一点点像鸡皮的那种感觉。对啊，它是动物气息基本好搭大学题，所以它跟刚刚的那个好像不太一样。没有，它是微磨毛，厚一点点。对，它好像材质就不太一样，就是比较厚的。然后可鱼的那个也翻出来，我的这个是会有毛，就是直接刷毛的，所以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微磨毛的感觉。好想买刷毛衣，好冷，真的今天超冷。而且刷毛衣就是要搭发而已，这样就完全。我今天是绝对不肯穿这样，我会冷死。短裙也是明天要上的新品，你要偷偷告诉他，那这就要往前告诉大家，再讲一次。有人喜欢 Peggy 身上的裙子吗？对，然后他是做后面松紧带设计，然后我觉得腰围是还蛮合的，他这边是做有点不规则的形状。所以现在蛮流行短裙，然后加膝上靴，然后再就是很多韩国人，对，韩国人都这样穿。这个、还有这个，已经有两个了，已经有两个，等一下还会有一个。早上十点，都是格纹的。小羊来了，然后我现在戴的耳环也是这周上架的新品，它这个我自己很喜欢，这好可爱哦，它是紫色的绒布配上白色的毛球。真的很可爱，它还有一个是咖啡色。有人说感觉明天会很烧，每天都很烧。明天雅竹今天介绍泡泡袖，对不对？对，雅竹现在穿的话是泡泡袖毛衣，就跟刚刚那个大学T很像，只是它是毛衣的。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昨天我们有发那个文章哦，对，有有有，就在官网上面可以看到。那个 Mag 就是小杂志，然后我们未来一周可能会有2-3篇的，像是新品啊、新品预告，或者说我们拍摄的形象概念、花絮或者概念，就是有一些生活中的东西，可以我们会在那个按钮里面跟大家分享，就写的蛮清楚的，对对对，觉得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一件我就是我假日的时候我穿粉红色，那也蛮多人问我的，然后现在我是穿这个，好像是什么颜色？咖啡色。小羊身上穿的是冬日俏皮蓬蓬袖毛衣，这个是那个，就是拍球球耳环的那件，粉红色的那件，很多人问的那件。我来看一下，我记得我有存起来。然后因为刚刚我是穿就是单穿，然后我现在就加了一件长裙，这样穿也好可爱。配花靴，戴个贝雷帽，对，秋冬好像就可以这样搭配。我来找一下那个形象照给大家看。因为我记得我昨天还存了一下，等一下我可以看内里吗？是指哪一件的内里？这个，哦，这件超多人问，这件很多人问，这很可爱，因为这种很多那个泡泡袖，所以就是介绍给大家。而且秋冬我觉得很适合穿，就是驼色配黑色系的所有东西，你只要一个重点的颜色，然后搭上下全部都是同色系的，就蛮好看的。坑条套装等一下会穿哦。可以给大家看我们两个的泡泡袖，好可爱哦！对，前面看一下，它在材质，就是我的是这种针织毛衣的，然后可鱼的是大学T绒布内刷毛材质。然后我想讲一下说，因为我发现这边有做开叉，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有一点小开叉的感觉。然后它下面不像这件，因为可鱼身上穿的是缩进去的。哦，它是没有缩的。我这个针织，这件针织毛衣是没有缩进去的。所以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的，我觉得如果你的屁股跟大腿比较胖一点的话，要选哪一件？就是选这个。对，因为那我为什么要穿这个？现在瘦，因为如果你就是屁股跟大腿宽一点，然后你这样就撑起来，就是会看起来胖胖的。对，然后这个因为它很宽松，所以你就可以选这种的。然后单穿也可以，因为这两件我都单穿。哪一件比较保暖？你两件都穿过，对，要问内刷毛，因为毛衣一定会透风嘛，你们知道，就算不管它再厚，它也会透风，除非你里面穿那个发热衣。因为周末的时候很冷，我有穿发热衣。可以看大学T内里，也是说这样整个掀起来，应该是袖子好了。袖子刚刚有给大家看过了，看袖子可能比较准。不是说丹宁粉，等一下。这边是这种绒布大雪T，然后它是有做那种内刷毛的，所以它其实很温暖，因为它布料是蛮扎实的，对，然后它不会很重，它是轻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穿上去的时候，可是那有的衣服一整件很太重，对对对，嗯，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布料，然后有很多色。帽子再说一次，是明天十点官网见哦。好多人问帽子哦，对啊，怎么办？一定完蛋，可是我们后面也抢不到了。那光我们自己就是就要买光了，所以大家十点一定要，不然真的很快就没有，就又要等补货了。我们每次原购都会被取消。因为要先给客人，我会先让给大家。这次可能我们要跟3308说一下，看可不可以内定，直接去物流。然后，那还要再换下一套吗？这套我讲。你要穿套装吗？我穿套装可以啊，可是我也想穿那泡泡袖。可以啊，还是套装好了，那我去看。雅雅最不是雅竹最喜欢。刚刚变，我要讲一下刚刚这个，因为你们记得吗？就是等一下这个。你先讲这个，不然等哪个？因为要等套装了，所以Peggy 已经穿好了，所以要等我。看你要不要穿，还是你？还有谁可以穿？就是秀智吧。他不受控制，自己破坏的套装。对，是我叫他穿。是秀智。你本来是要穿套装是不是？没有，本来穿这件。本来穿这件。对。因为我觉得超出 round 的。我觉得他这个很像坐在那坐在哪边。就是在等公车啊，对，而且里面你搭条纹也可以跟搭条直纹衬衫，就是像秀智在等公车，这件外套很漂亮。你那是计程车吧？你在等谁？等公车。好，那我去换套装。Peggy 在哪里啊？等你这个。大家都说外套很好看。那我先不能讲话，我在这里讲。我也要去换。Peggy 怎么了？什么？风衣外套。有啊，有。这裤子是那个？裤子是对，那你正在试一件。而且你这样好可爱。谢谢。哈，这样都不能跟大家讲，因为很。我想把镜片拆掉。现在都还不能跟，还不能讲，就很痛苦。我现在都不能说话，因为他们因为可以禁止了，破坏了整个 round down 的。对，可以禁止了大家，不能现在不能说话，只能给你们看一下外套。你们现在应该是觉得没有人很奇怪吧？因为我们被可鱼禁止了，然后也不能分享，也怎么办呢？可鱼，我现在可以介绍这个吗？他现在找不到吗？因为他外套跟全部外套一起啊。来了，套装来了。刚刚有人说想要看套装的，我们这个礼拜做的特价款，48小时限定。嗯，对，48小时限定，590。做的。套装，他就坐着等公车，我就在坐着等公车。这套装不是说就是 CP 值很高嘛，就是买了一套可以上下分开搭配。对，你说有三套，你要不要教一下大家如何搭配？搭配，我觉得好像只能一定要穿外套哎、欸，我觉得脱外套好像有一点，好像可以外面可以搭那个背心，背心就是那种 V 领的背心。觉得不是你的，好像扎衣服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个。撑不撑得起来？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那个 Amami 的那个唇膏，就是那个 model 就是穿这个。对， Amami 那个焦糖布朗尼，它就是 model 就穿这个，配那个咖啡色的搭这件，然后下面是搭细肩带绒面背心，超好看的，它是可以分开穿的。嗯，然后猜猜 Peggy 的外套有人在问哦。跟你们说，跟你们说，好像跟那个一样，是明天，好像是你们看到这个同一个系列这个。好像都是 Check 系列的 Check 系列，这个隔什么空会喜欢？明天十点，这个跟这个还有刚刚格纹的裙子都是明天早上十点。明天早上十点，没有啊，这是这礼拜的，然后也是格纹的，这是好可爱的，嗯，口袋蛮大，因为是应该叫扣子，是排扣，好大，是排扣，好可爱，这好可爱，可以扣起来吗？哦，这里有空起来，空起来也好看。我觉得这好像也可以搭高领耶，好像搭这个好像搭高领也行。哇，它没电了。搭这个颜色蛮好看。几趴？20%。底还有电吗？我去拿。好。它这样好像就是有一点。
因为是铺棉嘛。韩国制造，韩国制的，对版型应该都韩国的，就蛮韩国制作的。嗯，对啊。好，你说什么可鱼算换什么？算这件哦，对，这件是对。你想要一件这样，然后我刚刚就是在那边本来想要换另外一套，但是我又发现这件外套，就是又是泡泡袖。这个好像也是对，我刚忘记说这件是泡泡袖的，泡泡袖家族。对，就是泡泡袖很占衣柜空间，你知道吗？主要因为其实就是很泡泡袖子，光袖子就有两三件衣服了。对，可是这样冬天好像可以藏很多衣服在里面。对，然后因为这件这样泡泡袖子，它要做直纹，所以它不会显胖，我觉得这件蛮好看。看不出来吗？就是你不要太穿太多颜色，你就穿一个深色的，然后你配一个就是浅的外套这样，然后它也扣子也可以扣起来。外套有尺寸吗？这个大牛仔裤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可以看外套脱没有？哎、欸，就是刚刚那一套的，就是你刚刚穿的。不是我吧？外套脱下来会不会是 Peggy 啊？因为我刚刚外套有脱下来，就是刚介绍的，感觉很温暖。这扣子也很可爱，是有个浅杏色的，嗯。所以我的这个冬天应该就是要跟泡泡袖一起过。对，可是想想冬天很快，怎么要十二月？对啊，怎么要圣诞节啊？你们有才没有量多久而已，準備好聖誕節，我就我出国一趟回来之后就圣诞就圣诞节了，嗯，因为国外现在应该是很浓厚的毛衣外套有三个颜色吧，还有黑色跟卡其，是上一套，他说上一套，上一套是上一套，Peggy是这一半，Peggy跟江江是穿同一款大衣外套，这次冬这季的秋冬我没有做很多那个大衣外套，但我们精选了。应该是精选了三款吧，我记得应该只有三四款大衣外套，然后每一款都是我们穿了很多次，在版型上面跟布料上面的选择都做了很多。这款这款很，那你们说一下这个感觉好了，而且它侧面有开叉，分量有开，对啊，但是又不会很重，有些。大衣很重很重，所以你穿了一整天走在路上你会很累，或是你穿太紧的话你就是会很会头很痛，而且它的毛很舒服，它的布料就是很像很韩国的感觉，很舒服的布料。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一直想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件就是很经典，而且它翻开也是，因为我不想做太多大衣外套，但我想要每一件大家买到的时候都是觉得很美很有质感的，对，然后也可以折起来，像这样会看起来比较利落。对，那它连扣子上面也是做这种包扣的处理，而且很少大衣有做侧边的开叉，很喜欢在侧边开叉，因为其实脚会变瘦，走路的时候就是你穿短裤的话很辣，很辣，还是你要去换西上学？你好像可以穿来西藏，但是我一定要说这件条纹的衣服，我刚刚穿的时候我真有点被吓到，因为它是刷毛的，但是它的厚的，它的刷毛是毛巾，有点毛巾布，它是很性的那种毛巾，很舒服的毛巾，是我觉得是睡觉都可以穿着它的。超舒服，我刚刚穿上去我就是有点吓到。江江说他最喜欢穿睡觉的，可以立马穿着，可以立马睡觉。对，就是好舒服哦。冬天可以先穿着，然后明天来上班。真假的那个，然后这个是长版的，嗯，那样出来。model 好像有单穿。裤子是哪一件？是问江江的裤子吗？江江裤子是那个 PSE 的，它可以反折，它可以反。我刚刚没有反折，是刚刚才帮我把它折起来。折起来我觉得蛮好看的，对，我知道是，就是裤子有分 S M L， 然后它的腰头是这种松紧腰头这种的，嗯，但是有做这种假的在哪里？你可以帮我用下来一点，好，可以，慢下来。假的这种裤腰头，所以其实露出来不会觉得尴尬。那可以借我穿一下。还有小口袋，小口袋。哦，它的口袋是假的，是不是？对，就这个是真的哦，小的是真的。它是 PS 系列，所以穿起来也是显瘦的。显瘦的。然后上衣一样有侧开。上衣算是落肩吧。有点算是落肩。变得有点雾雾的，是因为网络不好吗？有点糊的吗？现在会糊吗？现在还可以吗？还是可能因为你动吧，会不会？那你就立着吧，好不好？那我想讲一下。就是
我身上的是红色的，对啊，这样好可爱哦，颜色这个。这个卡其，卡其色，然后这个是应该算是米色，米色，米杏色，就是这个是 Polo 这一季出的第一款大衣，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可以，然后可以入手看看。就是我的袖长，我们有特别做比较长，长的，就是不管哪个身高都可以，但是因为里面又有做，对，所以反折的话可以反折，你不会觉得就是。里面是内里跑出来，就人家就不会发现你把它做这么多出来，那大家是可以反折。对，觉得可能会觉得是一个造型的感觉。嗯。然后，这两色其实都蛮基本色的，蛮百搭的。对，因为我觉得在冬天你不用穿到很深，就是你不要很暗，你可以其实可以亮一点点的样子。然后我最推荐，其实我最喜欢这个这个颜色，因为袖子，对，袖子是穿这样，因为就是白色。然后刚好就看到这韩剧，然后想说，哎，我们居然先出了，对啊，之前做了一款，居然就是先有的，只是那时候当时还没上架，对啊，现在终于可以跟大家。而且它的内里啊，连内里我都觉得是很有质感的，厚，算蛮厚的，蛮厚 的。有人问我，秦月问我推荐哪一色，我喜欢这个秀智色，秀智色，米，那是米色，感觉很保暖。就是穿这个的时候，你就戴一个棒球帽跟这个眼镜。你就会像秀智了，对啊，记得要穿牛仔裤，因为秀智好像很少穿长筒靴，对，还穿牛仔裤，对啊，嗯，这个很可爱，感觉很棒，就是这一季的第一款大衣，是很有分量感的，而且算都是算百搭的颜色，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衣服要换、欸，因为我这个颜色其实是最，我觉得最基本的颜色，白色有可能。还不太多人敢穿，好像对，大家好像都是会买深色系的卡其色、卡其杏色，对。那这个就是非常的百搭，因为像我里面穿花裙，然后因为它有做开叉，就是会露出开露的感觉。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白色的大衣，蛮亮的。对，好像还没有。有人说他买了白色的袖子的，真的假的？那我可以再套一下，会起毛球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再换大衣的这个材质好像不太会，这个材质好像还好。哎，我还没穿那个泡泡，好像还好。好，你刚刚好像先跟大家讲那个秘密是什么？礼拜五的秘密，我忘记了。礼拜五秘密，对，长这样子的，那老爸可以拿长这样子的秘密，可以先露出吗？露出吗？这个我不知道哎。长这样子的秘密，可以先拿那个，然后是可以讲吗？还是可以拿？哦，对对对对，可以拿枕头吗？可以啊，可以吧？那我就拿枕头，就拿吧，拿吧。什么时候了？开始啊？现在，我有点忘记了，没有做，忘记做作业了。上架那一天的活动，13号上架，但是活动是可以，是活动是礼拜五开始的，对。好，我们有做一个很可爱、很可爱的活动。给我一个，这个。大家会很想要吗？因为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好可爱哦、喔。是的，哎呦，有人说中了，有吗？好聪明哦、喔！你们真的很厉害、欸，你们很聪明哎、欸，怎么会这么聪明？应该是先跟大家讲说，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一点会就是在 FB 直播，然后大家一定要看，因为我们会送很棒的奖品，而且是我们会现场抽出來，我们要出外景的，我们会现场终于要出外景了，我们会出外景去一个很可爱有很可爱布景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会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就直接抽。等到关了，就直接抽那个得奖者，所以大家礼拜五一点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的直播，然后直播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的。之前我们有放预告照，在那个社群上有放一些侧拍的影片，跟这个有一些关于这个，关于这个，人家想说指甲油啊，是还有跟人家有合作，联名，好啦，就是。要大家记得星期五的一点下午一点，我们会出外景去直播，这很像那个什么十字路口、时尚玩家或者之类的。然后现场我们就会抽什么？抽出蛮多位，得到这个吗？得到这个吗？三位。我好小声啊！
大家都礼拜五的下午一点，我们会在华纳微秀，就是、可以说吗？我当时好大声哦！你说华纳微秀档会不会有人跑去看你、啊？也是可以啊，没有华纳微秀下午一点、啊、不用来现场看我们，你只要在 FB 看我们就可以了。对。可以说现场，比如说我们在直播，然后自己我们会现场，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平常抽奖是客服帮我们抽，嗯，那我们那天我们会自己就是直接就是选，如果你有抽，就是你有参加我们活动，有符合那个资格，我们会直接就是念叫你的名字哦，就是在 live 的时候，所以一定要看第一然后就会有第一手 live 三个这个跟一些好东西，跟这个跟这个好东西，对新的，对，这因为。我才想讲说，因为那个什么我们直播时候的抽奖不是事后都是客服帮我们抽的、嗯，对，都是事后。大家可以对客服好一点。有人说想去看你，可能那天外面会有很多你的粉丝。别，我只能在这个里面比较漂亮。那我们好像要请保全、欸，可能要请保全。不小心这很可爱，小羊的位置。有这个放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如果要靠着长时间坐，要坐它，因为屁股会很痛啊。或者说你放在靠，对啊。午觉好像也可以，因为这个有洞，就把脸口水可以滴在那个洞里。做脸的床，做脸的床，怎么搞砸？它是很可爱的，很扎实哎、欸，它不是那种对啊，空气感的那种，是真的扎实，真的可以午睡的。嗯，好，秘密讲完，对，不能再讲。Peggy 可以继续。最后的倒数第二套，那我还没换，那我要再一样是介绍外套嘛。我觉得这紫色的很可爱，这样配合。因为之前雅洁有穿过这个紫色，很多人在问。小羊有穿这个，就是这个紫，然后它是有一点做毛海的那种感觉。这件有很多人之前，因为之前有一次就有搭配到，然后就会很多人在问这一件，终于这个礼拜上架了。对啊、它还有深蓝色，深蓝色也是很多人。而且你这样搭好可爱哦。对啊，这样搭很可爱，配这个耳环。很俏皮的感觉。就是 Peggy 平常的穿搭就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对，然后格子裙也还蛮好看的，然后它版型其实算是偏小吧，因为我现在穿好像有点它是比较合身，比较合身一点，所以如果平常选，就是可能要看一下尺寸，嗯，然后里面可以搭高领。所以刚刚示范的这礼拜三种外套，一个是最短的，就是 Peggy 身上这一件，嗯，然后再来是坑条的这一件，坑条的。这样看得到就是泡泡袖的，刚刚是小羊穿的吗、嗯、对，小羊穿的泡泡袖的，然后还有刚刚他们穿的袖制大衣，哇，大衣好重，帮我拿一下。对，就是这三款我示范了三个不一样的外套，就是今天我们是比较想要就是让大家买的时候可以比较知道要怎么买，因为冬天大家应该都会想要买外套，这星期一每款外套都好好看，我记得还有一个格纹的，我喜欢白色的格纹的，就是红色的，红色的，红色的。Oh my god！ 对不知道我们最后帮大家准备的那个内刷毛大军们准备好了没？应该可以请他们出来。然后这个就比较短版，所以小织女应该可以穿。露比，对啊，看嘛，今天不搭。对，今天没办法。你是不是也要换大学期啊？我没有啊，我没了。没有啊，大家都要穿。哦，是啊，我要穿哪个颜色？快点，快点，刚刚的、啊。第一个颜色，快点，快点，快点，换也可以。你不是要穿大学T？这个啊，有什么不要跟大家不一样？可不要再去！他为什么一直不照 round down 走啊？我这样很困扰、欸。我这样很困扰。可能它是大学T，它是条纹的。它也是条纹的。我被骂，为了挑这一款被骂。这个很可爱、欸。这个小羊在那个 mag 里面也有介绍。这我超喜欢的、欸。是很大，喜欢，很可爱，很显示，好可爱、欸，上班上对啊，好可爱哦、喔，这很可爱，很好看，这件我自己也有买，超可爱，它是刷毛的，就是也是厚的，失控的江江，对啊，可又要骂我，就是不照 round down 走，对、啊，就会被骂，是它是刷毛的，因为刷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天气，而且它的那个是。奶油色，对，它是奶油，奶油杏，奶油配黑色，奶油，现在不是白色，是有点杏色，奶油的杏色，奶油色配黑色，超可爱的，很红袖，有够大的，红袖，很舒服。这礼拜真的很多蓬蓬袖，对啊，
可以搭蓬蓬袖外套，刚好可以藏在里面。蓬蓬袖是有活动。我也来了，我又换了一套。小猪换的、我就很圣诞节这套，不知道谁帮我搭的。这件是穿到曝光的，很可爱，那可以买。那我之后来介绍过节穿搭，圣诞节穿搭，就是这个，这好像都是这周的。然后这个后还有这个又是一个那个素素款，你们一定不知道素素是谁吧？不知道谁谁谁？嗯，谁啊？就是三生三世。实力好，的素素，素素都是这样。我以为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人，没有没有，是电视上的人。对，就是很最近很喜欢那种袖口，除了泡泡袖之外，就是这种喇叭袖，喇叭袖，荷叶袖的感觉。这件很可爱啊，这件是毛衣的材质，可它穿起来不会显胖。嗯，对，三生三世，袖子很可爱，大家都知道哎、欸，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发了，哭很惨吧。然后，红色其实搭黑色其实是很好看的，就是像我这样穿个球鞋其实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这件呢，它是灯芯绒，对，它是灯芯绒的，然后是有点伞状的裙摆，它还有别的颜色，它还有别的色，对，也很可爱。然后我刚刚特别想说拿了一件这周上架的格纹外套，刚刚可瑜才在说这个外套，对，他今天早，他是不是今天穿？我觉得他今天他昨天穿起来很好看。而且这个红色的格纹外套，我想看一下这格纹，给大家看一下，很好看哎，这是很有质感的布料，是厚的，这么厚，对，杨幂大家都有看，这么厚，然后它是做这种钉扣造型的，不是扣子的，嗯，好可爱哦，嗯，然后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说黑配红嘛，所以只要你其实穿搭不会穿搭其实不难。你只要在你身上有的东西在外面，或找一样的，对，就找一样的就最安全了。对，有人说圣诞节跑趴穿，圣诞节跑趴会太热，圣诞节不要穿辣妹。穿太多了，就是这个外套也可以拉一点点起来，而且黑配红的格子好像今年蛮流行的，对、啊，嗯，算是流行的格纹也是新品吧的，是新品，是新的，它还有黑色跟白色的黑白配的，很可爱。然后它有做口袋哎、欸。它就像一个衬衫式的外套，对，好可爱哦、嗯、很可爱这件、嗯、因为它很有质感耶，是厚的吗？是厚的，但这件看完了吗？因为它这样扣起来也可以，或者你穿一般 T 恤然后配牛仔裤这样也可以，对，然后就是这样出门应该还 OK 吧。然后再记得礼拜五要小妖你要去换衣服咯，我们要最后一件。那我还有一件风衣外套，再等我一下，风衣外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风衣外套你可以搭这一套吗？觉得嘞，你要再换一个哈，可能生气了，因为它可以吧，因为泡泡袖穿不下，就是大家可以期待已久，这好像也是蛮英伦的，因为那个黑配红其实蛮好看的，然后它这样配好像也蛮可爱的，这好可爱哦，因为我不知道裙子大家会不会觉得太长，对，这样子蛮可爱的，不要穿那么宽也可以，里面穿合身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八月的时候，英伦，我们去英国拍照的时候的这件外套终于来了，就是大家问很多，真的很不好意思，但终于来了，所以明天会有特别折扣给大家，就是10点，大家一定要。现在好像已经介绍了很多大家喜欢的，明天的，对，风衣外套、格纹外套、绣字眼镜也是明天，格纹帽很可爱。风衣也是明天，它好像没有做，它是有点做，它是六角形，对，六角形，圆圆的六角形，看得懂，六角形，就是蛮特别的。侧面，侧面，侧面。风衣明天呢？明天10点，就是大家就是期待很久的风衣，明天终于要来了。然后因为我们让大家等太久，所以明天有特别做了一些优惠活动。但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优惠活动就会抢，就是会这上次的风衣每次都这样，对啊，中午前就没了。嗯，对，这次绝对不能再。对，但是因为除了明天上新品之外，这个我们刚刚就是介绍的泡泡秀也是到明天，明天早上10点，到明天吗？还是今天？我有点忘记了。那个套装在到明天，套装到明天早上10点。泡泡秀应该就是两件七九吧。这件就是蛮可爱的。
这样绑起来也很好看哎、欸。绑起来上面就不对称，就是它上面有一片，对不对？好像是，但后面有这种。哎、欸，真的、欸。后面有那种英国的哦，真的、哦。嗯，造型对，很可爱，这件。跟上次的风衣有什么不同？上次是做宽松的，然后再更上次是做比较垂的质感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风衣不是垂的布料，嗯、但它是合身的，它不是宽松。它是比较有设计感的一点。对对对，嗯。那我要去换下一套。好，那你们最后一次，大家可以进场喽，进场喽。我的那个内双毛大军们可以进场喽，可以进场喽。就是现在让大家跟大家示范内双毛。就是刚刚一开始示范的那个很多颜色的、啊，我们不是有十二个颜色嘛？我们各个身高的穿搭。其实应该没有，应该 有吗？有到十二，所以等一下这边会有十二个人。没有，前面都穿的是。先从 Molly 开始好了，按照身高来算。Molly 的话是150，就是穿给大家看各个颜色跟各个身高的人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Molly 是150，要帮他写吗？我还可以写一下。我来帮你写，你介绍。150的话，我穿起来是膝盖上方的位置。不能聊天，欧丽讲话听不到。我穿起来是到膝盖，膝盖以上的位置，完全整个遮住屁股，这就是。所以你可以单穿吧，其实可以单穿，然后也可以搭。因为他今天有穿，他今天有穿那个袜靴，就加了蛮多的，所以里面可以再加一个。对，转个圈吧。好，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是我吗？但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那你帮我写一下。好，下一位的话是156，就是单穿的话，因为前面会比较有一点危险，所以我就里面有穿一个牛仔短裤。你写完，我就介绍完了。好了，刚刚已经介绍过，我穿的是灰心。哎、欸，你刚没有讲你穿的颜色，草木绿。他穿的是绿色，我穿的是灰心。好，下一位吗？下一位。下一位几公分 ？Peggy 什么158吗？对158。然后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很多层次的搭配，所以我自己又搭了高领加上格纹裙。你好多层次、哦。刚刚很多人都说喜欢 Peggy 的穿搭，可以加到常常来吧？可是我哦不是每天都在，他每天每个时候都在，不是每个礼拜都在吗？我很跳脱。大概就这样，因为我自己不敢，不太喜欢单穿嘛、啊。我喜欢里面再加一些东西，就是冬天的话就可以比较多层次一点。对，对好，大家讲好。OK， 下一位，下一位。好，下一位，丹丹。160，不是应该是你吗？我马上160，160。啊，因为他穿那个，好，没，那你们一起。160。穿起来是在大腿中间的长度。然后雅姐今天的话是有。配有跟的鞋子，嗯，穿起来比较高。对，那我穿的是丹宁蓝，我这个是眉粉，眉粉也很可爱，蛮可爱的，好、嗯、像有点显气色，看起来好像会更亮眼，更白。它本来就很亮眼呢、啊，而且它又走个性路线，对，它底下是搭个性加甜妹路线合在一起，然后眼镜是明天的新品。转圈，让我们看一下屁股的长度。会，就是160穿起来也是可以盖住屁股的。这件真的蛮长的。好，下一位，下一组。下一组是几公分？165。那我就写16啊，166吗？哇，终于我们的直播里有出现高个了。是因为大家想看，刚刚有人是问说170穿起来怎么样，我们尽力了，好不好？166跟167，165跟167，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的身高，然后讲一下大概到哪边。我先，好，我是165，然后我穿起来大概到，我膝盖在这里，所以是膝盖在上来。对啊，是。就也是可以遮住屁股了，对，是可以整个遮住屁股。那后面是到
也是会遮住屁股，对，也是会遮住屁股，真的好长啊，这一件。可是它这个下面的腿露出来的腿很长，跟我们比起来，我不要，我不要禁止。但是它就是一个可以拉长，然后一个是缩起来的，然后这边，然后我的身高是167，然后我穿的颜色是干燥粉，然后因为它里面有那个下摆内缩嘛，所以我把它稍微折起来，翻起来可以，刚刚都没有人这样。对啊，反正因为够高啊，就是单车啊，哇，单车啊，好啦，一定要买这双鞋子，明天新品，明天新品，靴子也是明天新品，而且腿看起来好长，怎么明天的新品好强哦、啊，很强哎，这你配这个裙子很辣哎、欸，有点就可以两种感觉，对啊，有点害羞，很像日本街上的那个女生。说辣妹，对，那小杨你要再介绍一次吗？我可以站在他们的中间吗？看一下那个身高的还有颜色，就是我158，我穿到大腿这边，然后瑞瑞穿，哎，好像比我短哎，对不对？为什么？他穿比较上面，哦、比较高，对，高对肩膀就有差了，然后。塞进去就比较看不出来的，但是因为16平均166的话，穿起来应该还是可以盖过屁股的。有人说想要看靴子的后面，好，后面是可以绑结的，所以它可以自己调整，是麂皮的材质，而且这一款我觉得会修饰腿型，嗯，因为它就会只露最瘦的那一段这样。好，那我们要大家站一排，后面站个专员好可爱哦。塞得进去吗？我的口红，我的口红。我们要站可以吗？那你们还可以找。那有几色啊？我们都穿。看1、2、3、4、5、6、7、8。十二色，他刚刚有穿9、10。还有两色，那两色还就是米黑色跟我们没穿，但是大家可以往前看直播，就会看到说我们穿的所有颜色。嗯，有好像谁被挡到？对对对，太高了，应该没有吧？可以。那我们现在还在直播吗？对，现在有干嘛？现在好像要好大家叫大家截图。反正想要拍我们全部一横条，好像不可能。横条好像有点进步了，横条路比较怎么？然后吹到外太空，对，那可能没有办法。要合成了，好吗？还有什么？我们截图。这样好像一个班级哦。今天我们直播抽奖是抽我们身上的这一件任选一个颜色哟。大家可以自己选颜色，就是如果你抽到你的话，你可以自己选颜色，所以你们就赶快留言分享吧。点分享在下面。还有明天会有。明天会有西藏靴、帽子跟戴西藏靴，西藏靴再让大家看一下，满满的西藏靴，满满的新品给大家，可以把腿伸直，把腿伸出来，167的167，太辣了的辣妹，然后还有可鱼的帽子、眼镜，刚刚的风衣、格纹大衣、格纹裙，嗯。好丰富、哦！对啊，明天怎么？明天早上10点见。